話不解嘅，點解一間公司會判幾廿次，搞到佢哋嘅福利同埋人工係越嚟越低，而有事嘅時候係冇人去負責嘅咧？所以我哋今日咧就嚟到廉署嗰度咧，係報案，希望廉署咧係查一查嚴偉輝先生係咪喺一間英屬嘅處女島公司裏面咧係有呢一、這個做過股東，或者佢嘅親戚係親屬做過股東。咁呢、這個英屬處女島呢間公司冇人查到嘅，你哋都查唔到嘅，只有廉署先至會查到嘅啫。